他们这六位很有厉害的美女、哦、我们这一位美女其实是他们的师姐哦，师姐有没有？阿爸是外号朋友哈，是啊，这位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专辑的音乐总监。哎呦哇塞，他现在已经成为音乐总监了，掌声鼓励不要停，掌声鼓励，欢迎非常漂亮的吴淑敏。耶，谢谢淑敏妹妹。淑敏妹妹，哦，你今天来真漂亮的。真的吗？我今天是准备要来逛街的。他真的还讲的，哎呦，对，没有没有没有。淑敏嘛，现在高雄在地人哦。是是是。你今天帮我们 Super Seven 来站台，一定要帮我们来站中间来，师姐站中间来，超美的。来，这边都是有学过的，你知道吗？有学过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是属于被淘汰，因为太矮。不要这样讲。没有啦，怎么会这样子？对对对啊。来，压力好大、哦。来，各三个，不要头重脚轻。你过来这一边，对对对对，他喜欢站中间的感觉。来来来，好，总监好。你好，不要这样称呼我，很害羞。这算是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呢，目前呢，大家最得意，然后呢，也精心挑选过的一个新的女子团体。对。那尤其呢，在这个台语唱片里面，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唱台语歌嘛，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的 Super Seven 呢，它的特别的就是说，他们不但是年轻的妹妹之外呢，热歌劲舞唱的是台语歌，就有光。是，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的眼光，然后来看待他们，然后他们的这个歌曲都是非常特别的，希望可以带动这个新的台语市场的一个新的风潮。那他们当然他们也非常的努力啊，是，他们这个各个都有自己的这个绝活啊，是。非常的厉害。嗯，我们总监来请问一下，你在跟他们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是有什么特别的，或是有没有觉得他们很辛苦啊？哦，他们真的非常辛苦。我觉得更辛苦的是，除了他们的练习之外啊，对，老板也非常的辛苦。哦，因为在这个海选当中啊，有太多的小女生为了要就是想要成为这个演艺圈的一份子，对，演艺圈一份子，然后要经过训练嘛，唱歌啦，舞蹈啦，然后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体态啦，等等舞台上的台风啦，都经过票选。那老板为什么是最辛苦？因为他要花很多钱养他们。啊，真的要训练他们，培养他们，是要培养他们，所以就是非常的辛苦。那当然，我也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跟鼓励。对，其实你看到我们那个爸爸妈妈把小朋友养大已经很辛苦，对不对？对。可是要在短时间当中把这几位美女变成了人间的什么仙女之外那种感觉，那真的是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再次给 Super Seven 掌声鼓励鼓励。啊，谢谢。还有啊，等一下，淑敏，我前一阵有看到你主持那个节目，哎，哪一个？就是娱乐节目啊，对不对？是是是。最近在忙些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现在那个娱乐我这行的节目还是有，因为呢，他现在转换台了，现在在这个华视的这个数位频道。太棒了！是。大家只要我在家里如果有 MOD 啦，这个机上盒就可以看到淑敏的节目。是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也在准备我的新专辑，在过年前呢，年底呢会再出一张。新的专辑，但是在这之前呢，我希望大家可以这个给 Super Seven 呢最大的鼓励。嗯，对对对，没错，是，对这个师姐也是总监，特别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那谢谢一下师姐了哈，来，我们那个先进行三鞠躬仪式。喂，像话吗？家属打理。对啊，我也没空啊。像话吗？对，淑敏真的是非常棒，她在我心目当中是台语界的天后哎。哇，我也不要说在你的心中，是在所有人的心中。哎呀，开玩笑，真的啊，开玩笑。来，谢谢我们哎，淑敏，请留步，我们拍张大合照，好不好？哎呦，太难得了，对对对，所以我们请 Super Seven 酷了，哎呦，百 boss， 有没有经过那个？一起，不能来，有一些不能刚刚的那个 ending 动作再一次，来来，预备备 ，go， 来来来，好，你们蹲低一点，对对，那个麦克风我可以藏一下，来来藏一下，麦克风，对，好，哦，来赶快，哦，厉害了，好，后面的，来来来来来。好，看中间镜头是，拍照的继续拍照，哎呦，没有拍照的请拍手。对啊，如果说你还没有买专辑的，请到海山唱片的位置当中可以买得到我们的专辑哦。卖的时候这张专辑，今天现场我们有特别帮大家准备，而且呢，今天现场有买专辑送海报，是买专辑送海报。那今天我们也会帮大家来签名，提醒大家真的要把握时间，因为它的原价是399。啊有。今天现场因为 Super Seven 在现场，我们只要300元，然后再送给您海报，是 CD 加 DVD 哦，我们并没有把 DVD 抽出来，它就是300元，三百元这样子啊。好，淑敏要加油了啊！对，我真的好希望说你可以
在金曲奖当中真的拿一座金曲奖，好不好？我们再次给金曲得主哈，金曲歌后没有啦，他在我心中就已经得奖，妹妹你在我心中已经得奖了，他在你心得奖了哈，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淑敏，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这个总监呢稍作休息，那接着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你们在这一次，你们在成军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有接受过什么样子的训练呢？有很多哎，妞妞讲好了。我们呢，这一年来呢，我们每天几乎都是，一天24小时，我们有21个小时都在练舞。啊，那、啊、现在3个小时都在做什么？保养皮肤。敷脸啊，是做 SPA。好，所以你们在训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课程啊？最深刻应该是老师。老师？哦，什么老师啊？哦、舞蹈老师，你们每一位其实都有各种不同样子的才艺嘛，所以等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不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有准备而来的哦。不过今天现场我们要特别介绍到，其实你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演唱自己专辑当中的歌曲之外，那同时还要跳一下现在很厉害、很夯的哦。什么歌呢？就跟他们的腿一样很美的团体啊。对，我最少女时代了、哎、少女时代，少女时代。我个人非常讨厌山寨、嗯，所以呢，少女时代是仿他们的，没错。哎呀，说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最讨厌山寨，干嘛学别人？真的，你自己说山寨，那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哎，信哥模仿我啊，惨了。哎呀，是我们打掉你信哥，你要唱吗？太 LED 都快倒了。将掌声鼓励鼓励 ，Super Seven。哎呦，掌声欢迎，带来一首精彩的曲子。